来几个赞？玩具直播，玩具直播。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这么三款车，它有一共有几个门可以开呢？首先有，这里有一个门，这个可以开，开吧，轻轻的掰啊，轻轻的啊，轻轻的掰一下，它就出来了。好，两个门，这上面还有一个门，在这里也有个门，这是往上开的，对，这里啊，好好，就这样开的。你看，这也是一个门，你看，还有哪里呢？哎呀，轻轻的，哎，好，这也是一个门，好，开了啊，就这样，它就这样了哈。冒气啦！你看，能，它这个后轮是可以这样回力的，哦，动力很足。爸爸，给我看看。那，你看，好好好，你放掉，你手压住，你手放着，好，放开，呜、哦，好快！哎，好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接着下来呢，再看它还有个功能，就是背面的这里打开，这里灯打开。按一下，它又有声音了。呜、哦，好的，我们一人放一个哈，它要坐到后面去，嗯，坐在这后面，还要做什么呢？看，还要坐在这里面去开枪了。对呀，这美女要开枪。美女也开枪哦，她开在这里好开心啊！呜、哦，你看，好拉风啊！呜、哦，哎，你轻一点哈，嗯，轻一点，可现在他们两个一起坐着了。嗯，搭配上这个。还没坐进哦，好吧，那你坐在这里吧。还可以坐在这个车里面，可以搭配这样的小人偶玩，嗯，会很非常的开心。还有两把枪，接下来呢，介绍第二个，这是迈巴赫，麦巴赫，迈巴赫。他卡住了。嗯，这个是可以放到这个车顶上面的。小小的一个车标，迈巴赫的车标。好的，这车标它有点松。好啦，这个迈巴赫呢也有这么多个门开，可以看到了，这是它的车标，这是它的门。现在他们也要。现在他们要上车，要吃哦，这豆。么多个门可以开，那把这个先放一边吧。现在他们要吃豆荚了，还要吃。度假了，是的，你看，这个有拿在手里有这么大哟，嗯，那你给我一个吗？嗯，好的，好，它可以有几开门？有一二三四五六开门哦。啊，它可以这个可以坐进去，哦，它可以坐副驾驶，坐正驾驶它坐不进去，坐在这里，坐在这个位置。我这个不是来坐这个。啊，好的，好，坐后面吧。好的，现在这里公主也要坐后面。宽敞又舒适的，这个门，哦，哎呦，不你，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关的太利用力了。好，那我关机。不要！嗯，好，坐不上去就了，坐上去了。刚才，我刚才坐不下去了。嗯，刚才坐上去，它可以平躺在里面了。那这个公主就坐，就这样平躺着吧。好的。
这里，哎哎，够了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里有个门。对，这个车门这样可以开，这样。那它，那，哎，它可以平躺进去了，轻轻的一关。然后它想睡觉了，转 不进好，去。然后呢？这个门你这就。个车它也是可以有声光的，在这里开掉之后呢，看，这个也是可以后退再往前面的，好棒啦！它的材质呢？是合金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介绍一辆这个，这是一辆直升飞机，先把这些门都关。它可以先把这个转过来，哎，转，哦，我也想把它转转过来。过来是吧？这个呢？你轻轻的扭过来，然后这样合并，这是它的机翼哦。然后呢？然后这合好了呀，这个它可以这样转，那这个呢？这也是可以转了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它也是有声光的功能，把这个拔掉了之后，我按了。快，我要搭上飞机我啦！要跳回去，哦，我要坐上去，再见。我要坐这里，然后他们就要起飞啦！起飞要起飞喽！嘟嘟嘟嘟嘟嘟，它这个你看，没有。看。爸爸，爸爸。来一次，往后倒，轻轻的往前，它飞起来啦！就交通的玩具，这个交通玩具，我们可以把它卸拆下来之后装起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装吧。好的，先把这，是我自己开的。